这标榜纯天然的复味香麻油，现在也传出疑似出包。而大家都还记得吗？导演总指挥施明德，他在罹患了癌症之后，他说他就长期的食用复味香麻油，就现在听到这个消息，他非常的火大，认为复味香不诚实。赶快来听听看施明德的最新说法。不能进口，那所以价格越来越贵。 其实他应该要提得出原物料的这个生产履历的证明跟认证，说你这芝麻是有机的。那你把芝麻拿到哪一家工厂，哪里用哪一个冷压机器压榨出来的油，这些都是可以他现在就举证让消费者知道。所以施先生那时候知道是不是也很意外？因为我当然我昨天打破一瓶油，对，打破一瓶油是怎样？不是我不小心拿起来就要看油几，是啊，我得做几瓶油。是这样有。